阿姐，燕君啊，你是不是头壳歹去啊？你明明知影应生哦是你迄丈母心肝宝贝，你竟然搁较虚伪，对遮尔残忍，敢讲你唔惊你丈母啊，甲你拼性命哟？你实在是有够害的，我真正叫你气死！阿姐，我甲应生的代志，你乃知影？盛唐集团内底哦，全部拢是饭中台的人啊！不管你是做啥物代志，有任何的动作，马上有人哦向你报告，根本就要应生开嘴啦！我敲电话是要甲你讲。 你打离开公司尔啦，公司啊马上出大代志啊！你即摆哦赶紧回去公司，甲你的丈母哦请罪，我嘛赶紧替你讲好话，请伊哦莫生气啊！好啦，我知影，即摆是午休时间，我咧食饭，等下我著等去公司上班。你敢有心情食啥饭？啊，阮大家哦即摆要去咧海港也无饭通食啊！我拜托你这位驸马爷，你马上啊倒去请罪，你唔通哦，互你妈抑个你阿嬷，你规家伙也是。 袂使，我阿叔我都叫你看看落去啦。燕君，算阿叔我求你好无？你赶紧回去公司去，拜托啦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等下回去。方婉霏，想要安怎做你来？我已经完全准备好啊。 我带你出招。老板，谢谢你带我们去吃好料。其实我们在员工餐厅吃吃就好啦。哎呦，拜托诶！我一听到宝宝电话中讲，燕君甲应生哦，当面面头上冤家，我着足烦恼。你买少着放在面呢？ 我看最近哦，你跟燕君哦，想要是保持距离啦。哎，还有啦，公司最爱物件哦，会卖食卖食哦。哦，拜托哎，俺是当作家真正上演活生生的宫斗哦。安娜，阮两个哦是小宫女，也毋是嫔妃啊。搁再讲，即马是法治的社会，就算讲迄个房总裁甲迄个金太太，敢若讨厌阮哦，伊嘛袂伫咧遮对阮下手。哎呦，真歹讲哦，你袂记啊？子林进前是安怎出代志啊？ 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那好老累哦。哎，拍手拍手，交鬼交鬼。阿伯，哎，端。 你哪来家啦？我拢未破网，你就收到遐尼惊人的消息啦？什么惊人的消息啦？嗯，我当然你知影嘞，就燕君哥洪文总裁贬值作为清洁工啊！啊？那有可能啊？总经理是皇亲国戚的驸马爷。哦，今日4月1号愚人节，你们得要讲生笑啦！哎，是真的啦，无恁家去看。 盛唐土地开发人事命令，姓名金燕君，新任职务基层清洁员，负责维护本公司公众空间整洁。哎，丁明哥，方文霏囡仔呢？看这个代志是真实。嗯，丁明哥这个真正是神仙下凡脸着地啊！ 要那有面见人啊！我愈想愈感觉奇怪呢，这个我们敢若是超工要捕捉人的手段。我看方文霏哦是超工的啦，伊直接当大面头前说燕君的嘴皮。嗨，哎呦，就是讲哦，嫁给公主。 来当养拍拼20年啊！想不到总经理被娶进皇宫，是做一个互人拍、互人骂、袂当含口的玩物哦。阿伦啊，即摆毋是讲生笑的时阵啊！你看啦，方文霏即摆已经对燕君出手啊呢，那煞来毋知影是毋是调你个宝宝出气啦？我看囡仔头脑是实的啦。哎呀，怕什么啦？啊，中给内不是有那段你们志玲被彭总裁逼去跳崖的影片？啊，我跟你们那个志玲长得这么像，彭总裁不敢对我怎样啦，他要避嫌啊。对啊，唔免惊。有一句话人咧讲，上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 你是啊？是安怎的哦？那看我的表情拢遮尼奇怪。这样惊人的消息哦，等你看完，你的表情一定比我搁较奇怪。我早就讲过啊啦，这方文飞哦，根本袂当得失到伊啦。你看你手段偌粗残嘞，这比哦在众人面头前扇你嘴皮哦，更加歹看。实在伊啦，伊欢喜就好。嘿，啊你讲到这么轻松，伊即马开始哦是针对你啦。你若无去甲按耐一下哦，伊刷落来哦，伊针对你身躯边啊，参像我这款的亲家五杂哦，要收你，互你看啦。 你卖底下不要无劲，好不好？你这摆光一时放完飞啦。对了，燕君，为了要重新做总经理哦，就算爱你跟丢唔贵哦，这嘛是应该啊。高管呐，你卖底下咧拍哪凉哦？至少燕君哦，无你这样恶气啦。你干那会晓哦？欺人你身躯边的查某囡仔，你的皮啊，甲白较硬。 这件代志我处理煞，我随来找你啦。别忘记你有段影片，彭总裁和你太太会怕。 恁两个嘛，较差不多的，对我行啦。哎，娘的！哎，迄个啦，啊，恁总裁有伫无？阮总裁出去食饭啊，到即嘛也无转来。恁来了拄好，总裁有特别交代。 一楼的便所，中昼的时阵一定要摒扫一遍，所以想要请新来的清洁工金彦君先生去找咱的清洁小队长报道。哎，这讲什么生笑啦？啊，叫阮彦君就去做清洁工，哎，安尼啊，你大小姐面子唔是欠下了了？是谁人讲我反话在讲生笑？拄只黑人讲的无唔对。 是我亲身反悔。哦，诶，亲亲嘛，诶，大厅哦，搭迄个讲解公文哦，是不是咱看我面子，啊先甲听落来哈？你应该嘛知影，我做代志一向公事公办，我反悔的公事若无处理好势，我是无可能看谁的面子去讲事实。哦。哎，本所在啊，诶，拄只吼燕君哦，有甲我讲啦，伊就知影啊，伊家己啊唔对啊啦，吼，所以是不是请你哦，就莫安尼创治伊啊啦，哈。我想你应该误会啊，我无迄闲工通去创治伊。搁再讲，你书面你嘛已经发出去，迄是无可能改的。若无，以后我有吩咐，搁有谁会听？搁有谁会甲我看在眼内？ 你有听到无？啊，彭总裁伊在生气啦，你都无要听伊的话啦，你无将伊哦放伫眼内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即摆咱救的人啊，敢若剩应生尔啦，已经叫应生来啦，叫伊哦伫彭总裁面头前哦讲几句好话，伊安尼才有救啦。唔免麻烦啦，加加我等伊食家己啊。哦，你其实讲得足轻松。 你安尼，你害着我的事业，叫你拖拖落去呢。燕君啊，就算我阿叔，我拜托你，好无？啊，你甲人回一个实的，甲伊使奶者，你也袂减一块肉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你即摆想办法啦，互伊的气较消的啦。安尼哦，伊才会愿意哦，重新互你坐起迄个总经理的位啦，知无？哎，你。 你是要去倒啊？你毋是爱我听伊的话，我即马着乖乖照伊的吩咐去扫便所。哎，等等等，我陪你去啦。每人3点钟，另外来这张老的蓝色摒扫。 不但爱甲所有的糞扫等甲糞扫袋仔内底，而且佫爱补充卫生纸、佮有洗手的纸。涂骹甲洗手台的水爱尽量清气。会记哩洗手液嘛要补充哦。好，拜拜。哦，燕君啊，你嘛较拜。 你安尼捡是要捡我东西啦！来来来来来，你去把这家捡。来，你看，安尼不是较紧，对不？小姐，我加一个，下边客气。哎，小妹啦，啊，即嘛粪扫收了啊，刷来要创啊？哦，小粪扫哈，只是清洁工过的第一道程序尔。 过来哈、哦，甲遮所有的小便斗，啊，还有马桶座，拢爱清洁一遍。来，像这哈、哦，这叫清洁剂，吼、哦，啊，喷喷的，哦，内底甲露露嘞，啊，外口用漆的，你着照我家己的安尼来做，甲所有的小便斗，还有马桶座，先互清气。8点钟了后，我会过来检查。 小队长，多谢哈。嗯。叶军啊，佮徛伫遐创啥？紧摒扫啊！我。来来来，这样。这名总经理，伊真正走去遮洗便所。嘘，较细声的啦。哎，总经理遮洗便所，无咱来拍用。 哎，你唔敢做吼，啊就替你做啦。哎，阿是袂用的啦，袂用你做种工课啊，我来啦。无要紧啦，两个人做得较紧啦。哎，来紧，迄车顶哦，搁加死啦，去摕来。阿就陪你做啦。啊紧啦，哦紧啦。是要侮辱你，是无唔对啦。也毋过吼，你是毋是会叫伊侮辱着啊？这看你家己哦，安怎想啦？我迄当阵去日本的时阵啊，我就看到因迄大企业大头家吼，拢去上一款迄路边做的课啦。啊，遐一来一去大头家哦，拢将家己的尊严哦先放落来，学习哦，要安怎将变数如何清气？ 啊，这到底什么目的咧？因都是希望啊，家己会当有谦卑的心，会当去面对伊以后所有的工作。不管你的工作啊，是做便所的，还是做总经理，只要是你负责的代志啊，不管是大项、细项，你爱拢甲做甲水水水。你就当作啊，你是咧摒扫你的心情。 你会当做这上简单的代志啊，做好，你就唔惊啊，别人啊用什么眼光看你啊。查甫囝啊，爱知影什么代志拢会当追究啦，哦。哎，你看啦，参照这小便斗啦，你有用心撸，嘛会当撸个金丝丝，对无？我知影想要替燕君求情，啊，不过我已经讲过啊，你若无对伊残忍一遍啊，伊就会对你残忍一世人。李白，总裁，金先生甲金友德当处长来啊。喂，李白，是。 免惊啊！伊等下你歹面色看，你再看我来修理。妈，本总裁啊，真正要多谢啦吼！啊，你个半时间哦，来气阮两个哈。公司咁样处理好势啊？啊。阿姐，你紧请坐啦。 啊！本总裁啊，我拄则吼有甲燕君哦开讲过啦，啊，我叫伊哦一定要针对你对伊的不满，还阁误会哦，解释哦清楚啦。啊，燕君哦，伊嘛听入去啊，所以哦，伊才会愿意哦遵照你的吩咐，亲身哦。 将迄个便所啊，甲撸甲清气清气。哦，自伊做总经理以来，拢无做出啥物成绩，换一个位，谁做出绩效？啊、看起来我这个决定是真正确的。啊，燕君，你莫啊一直咧笑，好无？ 你嘛记住，你就伤心的，伊就是要看到你哦，艰苦忍受的模样。嘿，哎，燕生啊，你看啦，这燕君哦，雄雄去降级去做清洁工哦，真正是大材小用啦，哦，啊，而且啊，你看，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啊，你的翁婿。 会伫恁妈妈的公司做清洁工，啊，你安尼毋是足无面子的，会听无？我是感觉吼，啊，这翁仔某啊，这个诶，这冤家吼，无爽快，这加减的啦，哦，诶，燕生啊，这以后哦，燕君若有啥唔对的所在啊，你甲我讲，我再转去哦，甲伊妈妈讲，我相信啊，恁大家哦，一定是徛伫你这边啦，因为哦。 阮金家所有的人哦，拢是徛伫伊这个好媳妇这边。妈，连阿姐拢全心来替燕君讲情啊！我有听到啊，啊，不过你也知影，要跟你过一世人的是燕君，不是娜姐。所以就算讲伊有嘴讲甲无烂，燕君也无迄个心，嘛是白讲的。 君，咱唔讲话，即马才无外人咧，就算讲爱你，甲你的太太回死咧，敢有遐困难？你家己往心肝想看卖，自从燕心嫁互你了后，伊有倒一天倒一项代志对不起你的，就连你去度蜜月才去一礼拜。 伊就顺利伊提早赶回来，佮逐天陪你去海边啊找陈子琳。你完全无顾虑着伊的心情，该放的唔管，害伊跋倒受伤，你第一个囡仔嘛是安尼无去的。我问你，你安尼对待伊，医生甲有讲啥？啊？伊敢若知影讲，伊一定要尽心尽力，甲恁妈妈照顾好势，甲恁兜顾好势。伊对恁妈妈的好，会当讲比你这做后生搁较用心。迄若我做是别人，无你较早当做一两遍，也得放下唔管啊，搁有可能像我印象安尼，逐天啊来去去。我问你。 我的查某囝用心到底是倒一点做袂起恁金家的生活，才互你安尼命安尼糟蹋，哈？彭总裁啊，你安尼讲哦，讲得真好，因为哦，我家己嘛是有查某囝的人啦。若是我的查某囝哦做到安尼，我嘛足唔甘的呢。要唔过彭总裁啊，讲实在的啦，哦。 你这查某囝啊，教了足好诶，一点仔娇气都无啦。啊，阮煞阁讲吼，哦，伊这新妇吼，比吼家己亲生诶查某囝搁较大心，真正是无底嫌诶啦。所以燕君啊，毋是我咧讲你，你家己爱检讨啦，啊，遮尔好诶新妇，你个安怎哦？你毋知影爱珍惜。 总裁，伊先有讲过，我欠伊一条命。你嘛讲，你有我付出真多真多，所以我想清楚啊。对即马开始，你爱我做总经理，我就做总经理；你爱我做清洁工，我就做清洁工；你爱我下息的，我就马上下息的。非得。 因为我所做过的一切，我一定会加倍回报你。 加倍回报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加倍回报啊！我会更加打拼、认真回报你。 我安尼讲无其他的意思啊，还是总裁你认为我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啊？妈，燕君老公伊已经愿意甲我回息了，安尼我就足欢喜啊！你莫阁刁难伊好无？伊若真正安尼想，我就等你看。 既然哦，因少年人啊，安尼欢欢喜喜，好好啊啦，安尼彭总裁啊，你是毋是当收回你的命令啊？敢讲你真正希望燕君去做一个清洁工啊？伊拄啊迄句实的，只不过女包阮燕心所受的委屈1%尔。我安尼做，嘛是希望你大家会晓反省。 你若真心想要证明你对燕心的爱，都会堪要考验，继续去做清洁工，做到我感觉你值得我信任为止。啊，毋过你若为着民主要辞职，我嘛袂为难你。啊，你倒爱记诶哦，你以后都无机会伫我面头前表现啊。伫这个业界，应该嘛无你生存诶所在啊。总裁，我都安尼讲过啊，我真系真感激你甲应生为我所做诶一切。 我一定加倍回报你，所以我绝对袂离开。以后你若吩咐，我一定安怎做。对啦，彭总裁，燕君哦，以后一定好好表现给你看，哈。对啦，妈，就让燕君搁倒来做总经理啦。对啊，燕君，你把进前我想哪甲你讲。 嗯，既然燕君特别表现伊对你的爱，要继续去做清洁工啊，你是安怎要甲当？我当然袂离开，因为恁对子林所做的一切，我一定会千倍万倍全部还给恁。